生命的乐章节目。那也期待我们一起在节目中来分享主耶稣的喜乐和恩典。朋友，在人的一生中常有一些时候必须要坚持正确的立场，不使生命陷入两难之中。当这样的时候，朋友，您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坚持做正确的事，不畏艰难呢，还是因为害怕而放弃该有的原则呢？如果因为害怕而放弃原则的话，你的生命将面临怎么样的难处呢？如果朋友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话，欢迎您写信到个人的电子邮件信箱，点到 EEN@EAHC.com。那么希望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们可以解释自己的生命旅程，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可以有遇阻难难的时刻呢，而我们又是怎么做选择的呢？我们所做的决定对我们的生命幸福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朋友您对圣经有任何的问题，或是在生活中遇到重担，那我们为您祷告的都欢迎您接下来。乐恩真心希望我们除了在空中有接触之外，也可以通过电邮或是信件的方式，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